怎么办？现在台新绿狗卡已经没有这个自动价值10%回馈了。如果你之前为了保持台新新户的身份，只是想要享有这个10%回馈，不好意思，我要跟你讲，他们从2020年开始只剩下全家消费5%回馈而已。那你要拿5%，还是要拿 Uber 的8%呢？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办得下信用卡，那你不如就用这张卡就好了。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话，我非常推荐你可以申办我们的台新接口联名卡。那参加我们的 M 券活动，你还可以多拿300元的这个小七夕护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加办这张灰狗卡。灰狗卡的部分它是国内1.2，海外2.8，其实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请大家赶快去办台新接口联名卡吧，拜拜。